欢迎大家来到我的婚礼。我知道关于我的婚姻有很多传言，有人觉得离谱，有人千方百计的阻挠，但我坚持我的选择，因为我遇到的是一个可以让我不顾一切的女孩。我爱她，并将永远守护她，直到死亡将我们分离。梅强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怎么还没死啊？今天我办了雪虎的葬礼，您经营了一辈子的安室也正是属于我了。我忘了，您心梗之后早就不能说话了。我说过，伤害过我姐姐的人我一个都不会放过。您要长命百岁，好好看着。
你不会真的以为我会和你结婚吧？你爱过我吗？还是说你根本就是在骗我？你还不是一样，拿视频的事骗我，你有什么资格指责我？视频就在保险柜里，只要你和我在一起，我马上就给你。干什么？姐姐，我这么爱你，你要是不嫁给我，你哪……正在调查当中。姐姐，你说要亲手为我设计最美的礼服，最美丽的手链，我们说好要看着彼此发光的，可一切都还没有完成，你为什么要离开我？这段时间你就好好休息一下。你相信我姐是自杀吗？秦薇，咱们第一时间已经报警了，
警方最终的调查结果还没出来，但就现在所掌握的证据来看，完全没办法证明你姐是他杀。我打拳就是为了攒钱和我姐一起过上好的生活，现在她死了，我还打什么？这是有人匿名寄给我的照片，上面是安氏集团的总裁安学虎。安氏集团，他肯定跟我姐的死有关。这万一是巧合呢？万一姐真的是自杀呢？不可能，我和我姐在孤儿院那么苦的日子都熬过来了。他曾跟我说，人只要活着就有好事发生，谁自杀他都不可能自杀。那接下来我们该怎么办啊？接近安学虎，找出真相。他的生活非常简单，除了公司就是会回安家老宅陪他父亲，闲暇时也没什么爱好，很难找到接近他的机会。安总，我9:30来接你，您10:和程总还有会谈。知道了。我去。哥们儿，这路这么宽全让你占了，你绊我，你故意的。真不好意思啊哥们儿。不是，道歉就完了，你知道我谁吗？我再问你一遍，你是不是故意的？我不是道过歉了吗？嘛呢你？怎么着？啥意思？怎么着？你以为你谁呀？小陈，什么你？这快走！去你的！找死啊你！都什么年代了还抢钱？这么嚣张吗？只要你足够强大，就不会随意被别人践踏。那边去了，不让你看是怎么看的？看不见的。在哪儿？没事了，他们走了。喂。还有事吗？安总，您没事吧？我没事。时间到了。你的手受伤了，快去医院看看吧。这是我的名片，有需要打给我。安总，那我们赶紧走吧。程总已经到了，我说掉头。哦，来，快来，走。哎，可真是下了血本了啊！跟我们说说，你跟那个安大公子都聊了什么？
名片拿到了。哎呦，成了，这就下了，这就是。不得不说，今天这事儿多亏了兄弟几个。哎，客气，这样，我代表蔷薇啊，跟大伙儿喝一杯，来，整一个，来吧，来吧，来来来，整一个，来吧。但我说实在的，哥，蔷薇真得来一个，他打我，他是真打我呀，你必须得单喝一个。自己来一个，我敬大伙儿一个。来，慢点，不能喝，别喝了，就别喝了，差不多了，都亮了。不行，这事儿过不了。我告诉你们，以后再让我看见你们在酒吧欺负人，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。行，对不起，好不好？对不起，你也不出去打听打听，问问在这个地方谁说了算？老板，哥，习惯了，习惯了，就你的话多。我告诉你啊，今天晚上不把桌上的酒都喝完，你就别想从这儿走出去。喂，有完没完了？嘿，你还回来了你啊？你还敢回来？哎，大哥，你回来干什么？这件事和这个女孩没关系，她的酒我喝。好，今天这酒你俩喝不完，谁都别想走，必须喝。你给我过来，喝。怎么了？把这个干了。还喝呀？这行，都是我的。这酒贵。再来，还喝呀？又开一瓶的，一瓶的。9点买吧。为什么在我家？我还想问你呢。你对我做什么了？你说到底怎么回事？我还想问你呢。说。让我让我想想。昨天是你来救了我，然后又救了你，然后我们都喝多了，然后就把我送回家了，然后这反正我们肯定什么都没做。我真的什么都没做。谁啊？玄虎，你爸找你。行，我一会儿去。爸，你喝茶。好，走吧。
安子辰，怎么每次我哥一犯点小错误，你闻着味儿就来啊？你属狗的吗？哎，说什么呢？爸，您找我。昨天晚上你去哪儿了？昨天晚上有重要的事情。有什么事儿比见程总更重要？哎呀，爸，你就别怪我哥了，我哥也不是小孩子了，他肯定知道该怎么处理。行了，过段时间呢，是你郑伯父的生日，你代表安氏去给你郑伯父过生日，找个时间把你和郑雪的婚事定了，这对咱们安氏大有好处。爸，郑伯父的礼物我会如数送到的。嗯，但是联姻的事就算了吧，这事儿由不得你，以后不要再提了。安秀虎，我还有事先走了。这就是你昨天晚上办的正事吗？你谁呀你？哥，你不去联姻，跟这种不三不四的女人混在一起，哥你怎么想的呀？小姐，麻烦你说话客气点，不然我很可能会替你爸妈教你怎么做人。你什么意思呀？乔薇，等等，还有什么好说的？明天下午3点，你能去安氏找我吗？我有话跟你说。哥，程总。哟，安总来了。还是自己公司的事儿重要，像我们这些人呐，无足轻重，说撂就撂呢。程总，真不好意思，我这次来呢是来谈解约的。程总，程总，您有什么诉求我们可以聊吗？安总，我听说你们安氏集团嫌我们的设备老旧，准备合作完这一次就把我们给踹了。没有这回事，一定是误会。您看这合作的事儿咱们还得继续，不然对咱们双方都有很大的损失。行，我提个条件吧，要不把负责人换了吧。安总您别误会啊，这不是我个人想法，就这些合作伙伴们对您都还不太服。您看咱这合作迫在眉睫的，咱们换兵不换将了。我们程总，这次合作让您不愉快了，我代表安氏向您表示歉意。我接受。既然您执意要解约，那我尊重您的选择。哥，子辰，请法务部走一下流程。失陪了。什么意思？哎，不好意思，来早了。你不是要见我吗？找我谈什么？关于昨晚的事。昨天的事儿不是已经结束了吗？你还想干嘛？我想对你负责。安学虎，程总，安学虎，程总，我告诉你，安学虎啊，你想清楚。不是您要解约的吗？我提醒你啊，你跟我解约，我敢保证全城没有一个人敢进这个项目，你信吗？那我也通知你，从今天开始，全城也没有任何一家企业会和您合作，我说到做到。你威胁我？算是吧。你站住！走开！程总，你在干嘛？这是我们公司重要客户。我又不知道。你信不信我弄死你？请你说话放尊重点。哎，他谁啊他？他是我的未婚妻。你为什么说我是你未婚妻？你以为你是谁？只是我想对你负责而已。你葫芦里到底卖的是什么药？我需要一场婚礼，我们各取所需。放心吧，无需领证，只要举行婚礼，你将获得不限于房产、股份、商铺等一些物质补偿，而你要做的只不过是在表面演好一个安夫人的角色吧。我不接受。为什么？我让你负责只是想捞点小钱，安家水深，我只是一个普普通通打拳的，万一一个不小心被别人吃干抹净。放心吧，
只要有我在，安家就没人敢动。结婚？我觉得这件事情没那么简单。你想啊，如果他单纯的只是需要一场婚礼，他找谁不行啊？为什么偏偏找你这个陌生人？还有，我担心你会出什么意外。可这是我唯一的突破口，错过这个机会，我不知道还有没有可能调查出事情真相。蔷薇，为了复仇把自个儿都搭进去，这样做真的值吗？哎，这个挺好看的，这个我可是做了好久了。嗯，真特别。哒哒，这是昨天那件衣服上的，我把它拆下来做成了手链。这不是为了服装展设计的吗？有什么比你喜欢更重要的呀？谢谢。你看，咱俩一人一条，好看吧？有什么想吃的跟我讲，我让他们去准备。哥，来了。这位是我妹妹雪晴。不好意思，你们先聊，我去接个电话。呀，大新闻，安氏集团总裁为爱与合作伙伴决裂，安氏集团股价暴跌。看不出来啊，我发现我真是小看你了。谢谢，你以后会天天看见我的。你是真的不要脸。一起加油。你什么意思啊？姐，对不起，我来晚了。真晦气，什么脏东西都敢一天。看来是忘记拿我餐具了，我去拿一下餐具。姐姐，对不起。干嘛呢？姐姐，对不起。这是我妈最喜欢的餐具，你故意的吧你？姐姐，对不起。你在装什么可怜啊，安子辰？你以为我不知道你在想什么吗？我告诉你，只要有我和我哥在一天，安家就永远都没有你们俩的份儿。姐姐，不是你想的那样，我马上就收拾好。你恶不恶心啊你？够了。别剪了啊，小心伤到手。没关系，没关系。啊，我忘了，这有一个跟你一样不择手段往上爬的女人。你们俩是物以类聚吧？往上爬有什么可丢人的？倒是你，像蛀虫一样活着，也值得耀武扬威。你什么意思啊？你再说一遍。干什么呢？爸。爸。吵什么吵？爸，对不起。你们两个出去，我跟袁小姐有话说。哎呀，袁小姐啊，我不管你是出于什么目的，安的什么心，要接近安学虎，但是我告诉你，安学虎要找的不是伴侣，而是安氏集团总裁的夫人。我觉得你胜任不了。你以为我看得上安氏总裁夫人吗？但既然您这么说了，我倒想争一争。哎呀，你要知道，没有我的允许，任何女人也进不了安氏的大门。您是在威胁我吗？爸。
姐姐，我有话对你说。如果是谢谢的话，就不必了。我只是看不惯。我寄给你的照片，你收到了吗？是你。你和我姐是什么关系？我打给我。你快点说。哥，你来了。我们走吧。谢谢你送我回来。今天真的不好意思，我替我家人向你道歉。你妹妹为什么对你弟弟敌意那么大？他不是我弟弟，是我爸出轨的私生子。因为这个，我妈妈自杀了，所以雪晴一直很恨他。那你呢？你恨他吗？你是我的未婚妻，应该把重心放在我身上。可是我还没有答应你呢。三天之内，给我答复。说什么？你再说一遍！滚吧！8:10，玫瑰离开宴会现场，安雪晴也不见了。本该上台演讲的安雪虎，却没有出现。8:40，演讲正式开始，安雪晴、安雪虎回到现场。9点钟。9点怎么了？9点钟，玫瑰姐姐的尸体被发现。我姐和安家到底是什么关系？她曾是安雪晴最好的朋友，为了实际住进安家，在死前一个月被赶走了。那你又和我姐是什么关系？我喜欢她，你也看到了，在这个家里从来没有人把我当人看过。她是第一个对我好、对我笑的人，她是我这个世界上最重要的人，但我却没能把她救下来。我姐是怎么死的？我真的不知道。但我可以确定，这件事一定跟安家有关。姐姐，姐姐，我求求你，我求求你帮帮我！我现在活在这个世上，只想做的一件事，就是帮玫瑰报仇。我求你了，姐姐。现在只有你能帮我。姐姐，想要查清楚玫瑰的死因，我们第一步要从安雪虎入手。找我有什么事啊？袁蔷薇，你愿意嫁给我吗？
怪破费的哈。我可以跟你结婚，但是我要领证。你可以做财产公证，但之前约好的房屋、股票、商铺都要给我。安学虎本性多疑，你要的越多，他就会对你越放心。好，没问题。还有，我要住进安家。在安家，说不定可以找到玫瑰姐姐遇害前的蛛丝马迹。为什么？你不是不喜欢他们吗？我就当体验生活了。好，可以。OK， 那我先走了。哎，等等，我记得你一直觉得安家很复杂，怎么今天答应得这么爽快？因为你帅呗。蔷薇，谢谢你，是你让我变得足够强大，以后换我来保护你。这是安学虎电脑的解锁密码，你跟他结婚以后应该有机会碰到他的电脑，说不定你能在里面找到周玫瑰的线索。如果你成功了，帮我拿一份祥林地产的竞标书。姐姐，这是复仇计划的重要一环。我考虑一下，我现在什么都接触不到。好，我请你吃个饭。我和安学虎约了待会见面。爸，您消消气儿，这件事确实是我哥做的不对，但是肯定还是会有别的办法的。现在大家都知道，我安家要娶一个不三不四的女人。爸，您别生气了，哥那边我去劝劝。至于袁蔷薇那边，我会找她好好谈谈的。好。麻烦把桌上的东西拿走，换成几束花。好，那您还有其他需要调整的吗？暂时没有了。好的，那我先忙去了，您有需要叫我。嗯。行，麻烦你再去一趟。好。对不起，可能这一切都是错误，现在取消婚礼才是真正的决定。哥，蔷薇一定是出什么事了，要不然她不会取消婚约的。她取消婚约，那很好啊。你什么意思？哥，你还不明白吗？你自己看，没准他们俩现在还在一起快活呢。跟袁蔷薇说了什么？他为什么取消婚礼？哥，你说什么呢？你俩到底什么关系？哥，之前蔷薇姐姐确实找我打探过安家，但我向你保证，在你带她回来之前，我跟她素不相识，这些你都可以去查的。蔷薇姐姐为什么突然取消婚礼？哥，爸之前一直不同意你们在一起，是他会不会是袁蔷薇在哪儿？他在哪儿我怎么知道？他不见了。不见了不正好吗？你们的婚礼可以取消了。爸，袁蔷薇是我认定的女人，我希望您不要再干涉我的事，不然不然怎么着？他要是出什么意外的话，我不会善罢甘休的。你在威胁我吗？是。当年我没有保护好我妈，现在我要保护好我的女人。安总，管家的行车记录仪我查过了，他去过袁小姐家里。王叔，我是真的不想为难您，但您必须要告诉我，今天为什么去找蔷薇？她现在还安全吗？
雪狐，你误会我了，是你父亲让我去接他回来聊聊，我去了他家，他人没在。人不在？蔷薇，蔷薇，安总，您找了一夜了，天都快亮了，要不您先回家休息吧。继续找。蔷薇，我好不容易再次遇见了你，你不要再离开我了好吗？你到底在哪？这儿有个醉鬼啊，看看去。哎，小子，弄点钱来花花呗。别烦我。你说什么？滚！我看你是活得不耐烦了是吧？老子最讨厌的就是你这种人。都什么年代了还抢钱，这么嚣张吗？我看你是找死是吧？你还敢动手啊你啊，找死是吧你？没事了，他们走了，赶紧回家吧。我没有家。什么意思？你还讹上我了是吧？我妈妈刚走，我爸就和其他女人，和他的孩子鬼混在一起，哪还有我的位置？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就不会随意被别人践踏。我觉得你还是去说两句吧，让他们一直等不是个办法。各位女士，各位先生，各位亲朋好友们，大家好，很高兴今天大家能够在百忙中抽出时间参加我儿安学虎的婚礼，我在这里向大家表示衷心的感谢。哎呀，只可惜呀，今天可能会让大家有些失望了。雪虎，怎么回事？雪虎。发生什么事了？婚前恐惧症，但我觉得不能言而无信，就着急跑过来摔了一跤。就这样？就这样。我原本还担心你被……
蔷薇，对不起，我保证不会再让你受到任何伤害，也不会让你后悔嫁给我。你的好意我心领了，我真的没事了，赶紧睡吧。好。你不困吗？大哥，你要有契约精神。嗯。把我带到这里来想干什么？没想干什么，真没想干什么，就是不让你参加婚礼而已。是谁指使你这么干的？别打别打，是安小姐。安雪晴。马上就要服装展了，为什么我的首饰还没到啊？我不管，我明天就要带，烦死了！你干嘛啊？吓我一跳！来看看你今晚睡不睡得着，睡不着的话可以一起聊聊天。我还要举办服装展，没空搭理你。当然是真的，我有个朋友，他说很喜欢我的设计，场地资源都找好了。哦，恭喜啊，你那么多年的梦想就实现了，快让我看看。这幅啊是主设计图，是我最得意的作品。哇，好有气质啊。设计也挺不错，服装展我也会去看的。快走啊。我姐的手稿为什么在她手里？姐姐的死和她又有什么关系？这也太没规矩了吧！早安，各位。爸。走吧。不好意思，昨天发生太多事，有点累，起得晚了些。我不吃了，服装展还有很多事情没有处理好。需要帮忙吗？嗯，衣服大部分已经拿去制作了，而且爸也答应我了，请温迪阿姨过来助阵。以温迪阿姨在时尚圈的水准，到时候这场展会热度一定会很高的。我觉得挺好的，我昨天看到雪晴的设计手稿，相当有灵气，以后一定会有一番作为的。谢谢，我先走了。好。玫瑰，以后你就在这儿安心住着。谢谢你啊，雪晴。不用谢，以后你画的每一份稿子都是咱俩的。咱俩的？对啊，我出钱办展，你出稿子，我们一起把你推出去不好吗？哎呀，我们是朋友，我才帮你的，不然凭你一个人，你几辈子才能办展，更别说去巴黎进修了。说好的我出钱你出力，不能因为你死了我这钱都白花了。小偷，把我的稿子还给我！把我的稿子还给我！
方展，她同时也是安氏集团的长女，可她并不安于自己优渥的家庭，向时尚圈提供了一系列让人耳目一新的作品。可以吗？可以啊，设计还是很有心的。安小姐来了。安小姐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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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请问活动什么时候开始啊？安小姐，这次设计有什么突破吗？在这次展览中呢，我运用了非常棒的舞美跟设计，另外我还邀请了著名设计师翁迪到现场。翁迪，著名设计师翁迪，相信会给大家带来一场非常棒的视觉盛宴。摄影师，你一会儿一定要多拍点照片。哎，恭喜恭喜！大家可以先进展厅，我们一会儿见。好的好的，一定要多拍多抢，这可是好机会。爸，没休息好，脸色这么差。我这两天一直在忙展览，太累了。你今天是以安氏大小姐的身份来举办这次展览的，你可不能给安氏丢脸。我知道，我为了这个展览准备了很久，不会有任何问题的。去忙吧。声音你都听不出了吗？玫瑰，玫瑰，是你偷了我的设计稿。对不起，对不起，真的对不起。你不仅偷了我的设计稿，你还害死了我，我一定要让你血债血偿。不是我，不是我，你的死跟我没有关系，我不知道是谁害死了你。对不起，对不起。雪晴，起来吃点东西吧。袁蔷薇，你是来看我笑话的吗？我告诉你，就算我再怎么落魄，也不需要你在这猫哭耗子假慈悲。婚礼前一天，你找了两个小朋友陪我聊天，对吧？你一直很害怕我会告诉你哥，但是我不会，因为我知道你不是坏人。你只是不想让我和你哥结婚。雪晴，我们已经是一家人了，无论发生什么事儿，我都会陪你一起解决的。可是现在怎么解决呀？一切都完了。到底发生了什么？你告诉我，我和你哥会保护你的。就是有人装神弄鬼吓我，一定是那个女人，一定是那个女人。那个女人是谁啊？眼睛没。
是真正的夫妻，但我希望你，我希望你不要瞒着我。我没有什么瞒着你啊。周玫瑰是雪晴的朋友，之前在家住过一段时间，就见过几面，打过几次招呼，仅此而已。蔷薇，你相信我，在你之前我没有任何别的女人，真的。我知道你肯定是吃醋了，不过你能为我吃醋，我很开心。出去。好。雪晴，一切都会好起来的，网上的负面消息已经删除了，没人会再指责你了。我错了，我这次真的知道错了。周玫瑰不是你朋友吗？怎么会发生这样的事儿呢？他才不是我的朋友呢，他从来都不是我的朋友。怎么会呢？我之前特别想向我爸证明我自己，特别想要办展，然后我就请了玫瑰过来帮我画图，我给他资源，给他钱，让他住进了安家。可是后来慢慢的我就发现，他用了什么下三滥的手段，他甚至后来还怀上了我哥的孩子。那后来呢？再后来，我最后一次见他是在晚宴上，我泼了他水，然后听说他去了天台，然后他就……你没有去天台吗？我没有。那你哥呢？我不知道。不过你为什么对周玫瑰的事情这么感兴趣啊？你说的对，这件事很有可能和这个女人有关。我是担心你哥。最近发生了这么多事儿，我想出去散散心。蔷薇，怎么又到这里见面了？来，一起打刺拳。啊！我从12岁就开始练拳，既然我们已经结婚，你有必要了解一下我的过去。打呀？怎么打？不会打是吧？我教你。你怎么了，蔷薇？哎，蔷薇，蔷薇，蔷薇，你还手啊！蔷薇，你怎么了？你别碰我，放手！虽然我不知道发生什么事情了，但是不管怎么样，我都会陪着你的，好吗？放手，蔷薇。
这是安雪虎电脑的解锁密码，如果你成功了，帮我拿一份祥林地产的竞标书。你在干嘛？我来看看打你打的疼不疼。疼，怎么会不疼？那怎么办？你让我睡床，我就不疼了。那你疼着吧。那姓程的次次都是咱们的手下败将，可他为什么偏偏这次的报价比咱们的低？这次的标书都在你的手里，安总，请你给我们一个合理的解释。怎么会有这么巧的事儿？肯定有内鬼。够了，既然事情已经发生了，与其在这怀疑我们自己人，不如想想办法该如何做补救。你疯了？你不怕被人看见吗？姐姐，我成功了。姐姐，从小到大我第一次赢过了他，这都得感谢你。什么意思啊？安雪湖准备建造商业中心的那块地皮我和程总拿下来了。一块地皮有那么重要吗？当然，他提前开展了各项工作，投入了大量资金，他从来没出过错，我终于可以看他从神坛上跌下来了。所以姐姐，你要准备好和他离婚，我马上就会让他身败名裂。但你别害怕，我会保护你的。你在干嘛？乔薇，难道你心里真的没有我的位置吗？你为什么变成这个样子？你为什么帮着安子辰？你到底有什么秘密？出什么事了吗？没什么。你经历过绝望吗？人只要活着就有希望。你经历过绝望吗？过去我时常感到绝望，但有个人他出现在了我的生命中。一切都会过去的，只要你足够强大，就不会随意被别人践踏。给了我希望，让我坚持了5年。不过现在我再次感受到了绝望。因为那块地吗？你回去吧，我累了。喂，程总。安子辰，出什么事了，程总？你少跟我装！那块地被审查出了有全国二级保护植物，现在有关部门要求我的工程队停止开发。这不可能！我们对这块地进行了长达半年的评估，怎么可能会出现这种问题？我不管你评估了多久，总之所有的损失，你安子辰来负责。程总，小安总，
安总在天台等您。哥，你想过安氏的未来吗？安氏在你的带领下一片向好，未来五年很有可能成为本市最大的龙头企业。是吗？哥，我没明白你的意思。程总的标书是你给的，你以为用这种下三滥的手段就能把我扳倒吗？哥，你说什么呢？我不明白。你是不是觉得只要扳倒我，爸就会对你另眼相看，把安氏交给你？不过我真的没有想到袁蔷薇会帮你偷那块地的标书。明天开始希望你可以直接离开安氏。你故意整我？以其人之道还治其人之身吧。你明知道那块地有问题，安学虎，没想到你连自己的女人都利用。你以前做了什么我都没和你计较过。不过安子禅，不要再靠近我的女人，这是我的底线。我知道我这次做错了，我求你原谅我。如果不是你哥哥提前做好准备，你知道吗？这次公司可亏大了。爸，爸，我知道错了，我求你，你再给我一次机会。真的知道错了？错哪儿了？我鬼迷心窍，也怪我，一直以来我对你非常的纵容，才导致你今天犯了这样的错误。不过你这次确实越线了，你走吧，这个家再也容不下你。爸，爸，你口口声声说纵容我，你不过是把我当成制衡安学虎的工具罢了。你以为我不知道吗？一直以来我想得到你的认可，都是你的孩子，他安学虎可以风光霁月高高在上，而我呢，我不过是你养的一条狗，一条只配帮你干脏活累活的狗。你给我闭嘴！你个畜生，你走，你给我滚滚滚！我滚，但是你别忘了你跟周玫瑰的事儿。
子晨最近经常跟袁蔷薇见面，我还查到袁蔷薇和周玫瑰在同一个孤儿院长大，两人情同姐妹。我现在怀疑袁蔷薇处心积虑想要进入安家，就是为了调查周玫瑰的死因。派人盯紧他们俩。明白。周玫瑰来到我家以后，我爸就对他图谋不轨，想尽一切办法侵犯了他，还留下了不堪的照片。你为什么不早点告诉我？我想先借你的手除掉恩学虎。你利用我？你不是也在利用我吗？我怎么知道你不是在骗我？这个老狐狸销毁了所有周玫瑰的证据，但他漏了一处。漏了什么？爸。坐，吃饭。最近没休息好啊？是没睡好，做了个噩梦。噩梦？梦见什么了？梦见一个女孩被人虐待致死。安总，袁蔷薇找到医院去了。去医院干什么？去您带周玫瑰做检查的那家。我跟你说过让你盯紧他吗？我已经派人去追了。
医生，情况怎么样？情况不是太乐观。您一定要救活他，求您了。放心，我们会尽力的。医生，安总，袁蔷薇进了手术室，估计很难活下来。务必把事情全部处理干净。事情不是我们做的，我们的车子跟着他，还没来得及下手呢，就被人抢先了。谁做的？子辰。没想到这小子还挺懂您的。雪虎呢？在医院守着呢。袁蔷薇手里一定还有证据，既然子辰想做，那就让他把事情全部处理掉。明白。有人来过，不会是？